安全消失，身份名之信息，你会对你存在的一种恐惧，记忆的核心，记忆的核心。これ誘拐事件、身代金は100万円、人質は無事に返された。兄貴が100万円のために事件を起こしたとは思えない。何なんだ、兄貴のやりたいことがわからない。全世界最美丽的事物啊，就让我自己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。听赵医师说你下个星期就要出院了，在这儿也待了快2年了吧？差2个月。院长记得我的名字啊？这的人来来去去的，但是每一个孩子他的故事，每一个人我都记得。那正好，我有个问题一直想找个人问。我曾经在这里找到一部以前别人留下来的画，你知道是谁画的吗？当然记得，他之前是我的病患，他的年纪跟你差不多。这个孩子啊，刚进来的时候他连镜子都不敢照，把我们院里的镜子全都给砸毁了。这个不一定哦，搞不好会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呢。我没有想要干嘛，我只是想就像铅笔吧，我怎么可能会想拿它来画画老师那张诗人被政治的潰せるさ。だって俺はさっき見たんだ、この左目で。兄ちゃんがこれからやろうとしてる犯罪を。ちょっと怖いでしょ。
天空。